所站，路太弯。别问我，别问我多不惯。其实当初没有想到风格这个问题，其实是。找一个写词人，其实有一张有几张专辑有试过，有跟黄伟文，也有跟林夕试过。最主要是因为没有跟这位原两班是这样子的一个没有跟他试过嘛。嗯，但其实做完之后，就真的有出现了一个风格出来。嗯，是完全是因为没有试过。而且跟一个人，不同制作人找一个人来写，其实一个人的花上去要沟通啊，要交流的时间就比较简单一点，比较直接。